来的变异者，他们正在破坏庄园。我得赶快回去。还好有你在，我当然。交给我吧。他说这是男孩，没有。还他不跟任何人说话，也没怎么吃过饭。小男子汉是在等能跟我钱，他还打，可是
随时保持警惕。曾 Nathan， 关于之前结盟的提议，这个世界很残酷。这个世界很……我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欢迎回来，杜鸦会全力帮助红木哨所渡过难关。不过在筹备的过程中，我们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的帮助。紧急，伐木场变异者产生异动，我们的队员也受到攻击，希望伐木场附近队员前往探查清理变异者，并且带回丢失的抗生素。Huh?
红木哨所目前的我没问题，我会尽快前往红木哨所。